是的，那我们刚刚说的都是这个外在，是啊，那内在其实非常重要的，脑袋也是很重要的哦，要有漂亮的外表，帅气外表，要有聪明的内涵，所以首先欢迎我这边是恶女队 Lucia， 我是 Andy Lucia， 再来欢迎宇宙，嗨，我是 Andy 宇宙，欢迎雨婷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 雨婷，好，你们是恶女队对不对？对的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终极队的是艾丽儿，欢迎。王宇飞，嗨，我是王宇飞。傻妮 ，Hello， 我是 Andy 的傻妮。好的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好像比较聪明的感觉哦。对，没错，是的，很聪明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宇宙高材生哎。因为你们没有傻眼。没有。雨婷看起来很傻眼。没有。傻眼。你有事吗，雨婷？没事。那边有泰国人。对，你看。泰国人聪明啊，干嘛？反而更用功。看不起我们泰国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宇宙是台大的。宇宙是台大的。对呀，拜托，拜托。果然宏观宇宙。失敬失敬。今天就靠他了。我只能说，宇宙已经到达了我们这辈子永远无法去的境界。不然他怎么可以叫宇宙 ？Space。是不是？厉害啦！但我们刚刚说了，没脑王嘛，长得漂亮，但是脑也要很漂亮。所以首先要呛虾一下，看哪一边的呛虾比较具有智慧。来。我们这边派出我们这边最小的，谁？好不好？好，艾丽尔，上。你确定？你确定要看不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不会呛虾吗？对，艾丽尔，他没有气势，他刚走出去蛮有气势的啊。好，来 ，Action！ 各位姐姐们，念台大不一定比较聪明哦。但是念台大好屌。好厉害！我这辈子好想当台大生，好想穿，我只会去那里打篮球。好，换我们了，你们派出来，宇宙啊，好，宇宙，台大上。我觉得我就不用多说，就是一个泰国人，一个国中生，应该。你知道什么成语？应该会十句成语吧？不要看不起国中生，你才国中啊！对啊，他才国中哎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想要讲，但他以前我是从他这么小看他，现在这么小。你该不会也跟他做过爱情吧？没有，他以前是我的粉丝。他都会来我的见面会跟我一起唱唱跳跳，没想到现在这么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是岁月如飞刀。真的假的？我等一下，岁月如梭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穿蓬裙也要轮到人家穿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腿好长啊，你都不知道他妈妈有多漂亮。怎么骂人家呢？他妈。我是说真的，他母亲。他母亲。母亲。Mother。很美，他像他妈。你母亲，你们是有原住民的血统吗？我其实没有很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因为他眼睛很大颗。超大，他从小就长这样。真的，他现在也还小啊。他虽然现在还小，可他真的从这么小的时候就长这个脸，从以前就这么漂亮。对，你该不会中学二年级吧？国中二年级？国中三年级。三年级了，三年级。算是是不是 UK 啦？哦，没错，但是今天还是有惩罚的，惩罚很可怕哦，国中生最怕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连大人都会怕。我去推啊，等我一下。欢迎今天的惩罚是五青果汁霸，大家可以尽情的把你不想要对方或不想要自己吃的蔬菜加进去。好的，年轻人最怕的就是最深最绿的这种啊。今天共有三关脑力激荡，赢得最多关卡胜利的一方即为本日优胜队伍，落败的队伍要接受终极惩罚。百分百为了大脑不足的一方准备了五青果汁霸，一共有五种蔬果，两队队员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蔬果调配成果汁，要好好的帮落败队伍补一下脑力哦。进行第一关 IQ 检定考，各队各派出一位队员出来 PK， 每轮有三题，主持人出题后，双方以走健康步道方式至抢答区抢答，每题十分，只有统计分数，看哪一队分数较高即为获胜。好的，第一阶段我们这边派出的是 Lucia。好的。那边派出的是艾丽儿。
我们这个在出发之前跟大家讨论一下啊。是的。走过去要实际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呢，慢慢慢慢走就会输，因为抢答要快。是的。好不好？要注意安全哦。不管知不知道答案，请抢答就对了。大家要听到我们说请抢答才可以开始跑，不要偷跑哈。是的。好的，首先我们进行用万脑筋急转弯题。把一只鸡和一只鹅同时放在冰山上，为何鸡被冻死了，鹅却没有死呢？请抢答。安安，你在干嘛？爱你哦，爱你哦，你被点穴了吗？鸡在干嘛？安妮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我们在上节目。我知道，为什么一只好像一只鸭？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就先抢答就对了。好，刚这样子，刚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什么鸡被冻死了？没关系啊，我是看重播，我们同时都在笑你。算了，知道，我觉得。阿丽啊，你要先跑过来这边。先来这里，先来这里。好。哎，你要踩这个上面，天堂路。哎，来，我们再重复一遍答案。题目。提示啊，题目啊，把一只鸡和一只鹅同时放在冰山上，为何鸡被冻死了，鹅却没有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艾丽。你还有个儿子，因为，抢答，上！艾丽儿，你身体很好，你都不会痛，还好，好厉害！因为他小朋友的，神农尝百草，请问神农在？临死前说的遗言是什么？请抢答。是脑筋急转弯吗？脑筋急转弯。这草有毒。错。不是吗？是。你还有个儿子，因为鸡脚冻。因为台中的名称鸡脚冻。给你一个提示，给你一个提示，鹅为什么没死？什么鹅不怕冷？请抢答。说。企鹅。企鹅，因为鹅是企鹅，所以它不怕冷。恭喜答对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我们回到原位。提醒大家放轻松，答案其实都很蠢，好不好？不要发问别人的答案，好不好？我就会吓到。其实答案都很蠢，好吗？来，有三题，还有，加油 ，Run One 有三题哦。第二题，国文题，请问文学史上有诗仙、诗侠、酒仙之称的是哪一位诗人？请抢答。好，抢到就对了。抢到。诗仙。刘德华、陈小刀。诗侠。诗圣。李白吗？确定？哪一个？苏轼。苏东坡，诗仙，还是白居易？李白，确定李白？嗯，你很黑，不知道。李白，确定？因为我觉得他眼睛有一种魔力，超厉害的、啊，他眼睛很大，大眼睛，对，超大的。李白是不是呢？恭喜答，对了。好，退。还有第三题，地理题，请说。全球五大洲，太简单了吧？是哪五大洲？五大洲你一定会。请抢答。Go。五洲。哦，你又跑。制药的哈，来。艾丽尔，你身体很好，你都不会痛啊？还好。好厉害。因为他小朋友的那个反应神经比较慢，回家才开始痛。回家要睡觉前。回到家还没长好，对，还没长好，有可能，对，还没长好。来，五洲哪五洲？非洲，非洲有，大洋洲，大洋洲有啊，还有什么两个？最哦，欧洲，我答对了。还有一个，很大片的，很大片，很大片，
有一种豹叫什么什么豹？美洲。欸嗯、恭喜答。对。请问汽车在右转时，请问哪一个轮胎不会动？请抢答。太紧了。挡力。来。挡力，挡力长好了，它会痛。它会痛，它会痛，它会痛。右边是后的，要脑筋急转弯。脑筋急转弯。猜猜看，哪一个轮胎？三，他在车上，在车上，他 always 不动。剧组有抛锚过。三，抛锚过，然后一，熄灯，来，雨婷，雨婷，备胎，备胎，恭喜答对了。因为备胎在车子里面，它当然不会动。是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分前轮传动跟后轮传动。等下，备胎是什么啊？备胎就是呢，放在车子里面没有在用的胎，但是你的轮胎破洞的时候，可以下车用千斤顶，顶乖，车子会抬起来换轮胎。哦，呼，嗯，好，那个就棒，太棒了。那以后左左右来，你可以来当翻译吗？告诉他们，因为左左右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备胎是什么，你就可以翻译。对，接下来语文题哦，请问。英文24个字母中的第18个字母是什么？请抢答。是什么？十八个。哎呦，一组。18吗？18。加油，加油啊！什么？啊？确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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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算那么快哦，会对吗？对。你觉得？啊？是啊吗？啊啊啊！哦。啊 ，OK， 恭喜答对了，最厉害就是啊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要加油了，接下来历史题了，请说出中国的四大发明，中国四大发明是什么？四大，请抢答，恭喜雨婷，小丽，你怎么身体这么差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你的肝肾脾肺都坏了，你是不是昨天熬夜？你看他头发变这个颜色。染头发呢会伤肝，伤肝吗？啊，熬夜也会伤肝，让妈妈会伤心。啊，来，四大发明，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呢，写字要用什么？纸。那是什么？印刷。报纸。报纸。报纸吗？你说 newspaper 吗？印刷什么？印刷术是什么？你跟我讲。就是印刷的技术。哎，厉害哈！不是旁边听一听，印刷术，我不知道印刷术是什么。印刷术。你目前只答对一个，然后还有没有？还有什么？你刚刚讲的。好，不能提示哦。造纸。造纸什么？术。造纸术。印刷术跟什么？造纸术。好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两个四大法。如果你迷路的时候，对哈，不可以跟他讲。电笔拿来，提示就电。过来就电。来，如果你迷路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指南针是不是？指南针。还有一个，自己猜。已经讲三个了。我知道一个。你知道一个？刚好就是他不知道那个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灯呢？灯，不是，孔明灯，熄灯，电灯是不是爱迪生不是吗？不是，中国是吗？电灯不是爱迪生发明的？对啊，我们是讲中国哎。好，熄灯，告诉我们，火药什么啦？中国哎，火药还有什么？火药是没错，火药答对了。其他讲的，刚刚他讲的，你有在听吗？指什么？指什么？指数蓝。太难了！我刚刚有没有讲？你是要讲泰文吗？可以讲泰文吗？
好啦，他好了，造纸术、指南针、指南针、造纸术、火药，还有一个印刷术。恭喜答对啦！恭喜！四大发明：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。这个阶段恭喜傻眼的雨婷获胜。Okay. 脑筋急转弯，请问有风不动，无风动；不动无风，动有风。猜一个物品，请抢答。这根本是脑筋急转弯里面的绕口令。宇宙，有风，有风不动，应该跟风有关。无风动，不动无风，动有风。脑有动，动现在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个叫做有风无风，有风不有风无有有风不动，有风不动。我跟你讲，来来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有风不动，无风动，不动无风，动有风，也就是说它动的时候就会有风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干单呢？什么机器会这样的？绕圈圈，我们这个现场要来了，快点，对，电风扇。电风扇，解释一下为什么？不可以有两个人，四个人在上面哦。三位少女，请问等一下要喝绿色的汁有什么想法？电风扇，解释一下为什么？扇子，扇子吗？确定？三、二、一，答案是扇子。恭喜答对。厉害厉害！有风不动的。有风的时候干嘛动？扇子是要扇风的嘛？对，无风动嘛，没有风的时候就扇它，很凉啊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想这个吗？我刚刚想电风扇。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，但是这个是电。好，接下来趣味数学题，请回到自己的岗位上面。趣味数学题，请问两只蜘蛛、三只蜜蜂、五只大象，共有几只脚？请抢答。两只蜘蛛，三只蜜蜂，五只大象。蜜蜂几只啊 ？Oh my god！ 昆虫都几只？六。蜘蛛是昆虫吗？蜘蛛不是。蜘蛛不是昆虫，蜘蛛是节肢动物。不是。它有节肢过。几只？五四。五四只。五四只，确定？确定。恭喜答。对啦。怎么说也是台大生，是开玩笑的。蜘蛛八乘以二，蜜蜂六乘以三，大象四乘以五，加起来总共54分，我们54分，54只。请退回原本的位置。接下来是艺术文化题，我们上看板。艺术文化题，请问图板上的四张世界名画分别是由哪四位作者所绘画出来的呢？请抢答。一次只能答一题的呀？一个人答一题吗？没有，全部。一次可以答全部啊？对，他可以把他会的都贴完。来，这是作者的名字。很简单啊。在这里。Reggie Miller。这样子还贴错，就可能会被偏答一题哦。太严重。李奥纳多·达·芬奇。梵谷。爱德华·孟克。Are you sure? Are you sure? Hey. Are you sure? 是吗？确定？Are you sure? 要不要换？没有，你们不要骗我，真的假的？要不要换？不换，不换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一个一个看。呐喊是爱德华·孟克。好了，我可以确定我对了。达文西。
娜丽莎的微笑。范古是今年。你又是我今年十岁。恭喜蓝雨飞。对啦。厉害哦。好，那我其实我今年。我现在当场想加码一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请退回你了。因为呢，刚刚我问了一下那个宇宙是什么系的，对，他说他是跟农业有关的，所以我突然想到一题。好，什么？神农尝百草。对。他帮我们尝了很多很多的。对。的一些。是一些植物，对不对？请问，神农在临死前说的遗言是什么？请抢答。是脑筋急转弯吗？脑筋急转弯。我知道他。神农他死之前，他说了什么？这草有毒。啊？是不是？错。不是吗？是。这草有毒。因为那个草有麻药，所以他舌头麻。这草有毒。答对了。这题十分，这题十分，对，加了这一题之后呢，双方平手，平手。这题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是喋喋不休，喋喋不休。先况统计，终极队在小鬼的加码提示后取得胜利，两队在第一关战成平手，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关卡中哪队能取得首胜呢？第二关喋喋不休，共有五题，关主会以比手画脚的方式来表现意境，两队必须在30秒内将成语骰子排列出来，一人一次，先拿一颗，最后看哪队答题数较多即为获胜。好的，跟大家一样，由关主小鬼来出题，我们今天开的是四字成语哟，套用比手画脚的方式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来，关主请出题。成语嘛，对，成语。形容你到哪里都可以安定下来。是的。我的妈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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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二女队四海为家。好，这边是海。那为是？喂。啊，不是喂，是厉害。恭喜答对啦！厉害。下一题。第二题，冠军请出题。极西，好，这边是一盘散沙。好，恭喜二女队，二女队的关。下一题，第三题，恭喜请出题。三位上。
请问等一下要喝绿色的汁有什么想法？哎，喝完三个。把头抬起来啊！天寒假，我不是讲脏话。真的假的？小林，哥哥都不会骗人。姐姐呢？姐姐？你有被哪个哥哥骗过？讲，有被哪个哥哥骗过？哥哥骗你什么事？来。三位少女，请问等一下要喝绿色的汁有什么想法？哎，喝完嗓子里面的粉红色头变绿色。不要，口是心非嘛。铁石心肠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单元有奥运有比的话，他们会是他们超厉害冠军。他们是我看过美脑王最有纪律，而且速度最快的。这么快吗？你们有诀窍吗？厉害，逻辑思考非常的精准。就一个留在这里，对，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正，怎么那么聪明？不可以自乱阵脚。真的好厉害啊！恭喜你队友得分。交换关主，显卡大吴磊丁。Yes。四字成语。No problem。Go。第一个字一，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当，第四个字请抢答。太简单了。看一下你们排出了什么？一见为情，一见就难为情了。你们的妆在他们这啦，他们有两个妆啊，所以说没有人答对。哎呦，哎，你们有看过我小巧思吗？很简单啊，一见见见的脸，很贱，很贱。中当当当，康，然后请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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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重点是放在键上啦，厉害啦，小细节啦，小细节。下一题，关主请出题。比了什么？比了嘴巴。比了嘴巴。比了什么？比了心脏。比了对的，两个器官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没有事，口是心非，口是是非，又是一个平手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是他们战略，他们赢不了就毁掉你们，赢不了就毁掉你们。但是这个狗狗狗狗狗，但是这一个观察是由二女队获胜。目前战况，二女队首先拔得头筹，在第二关喋喋不休中展现团队的好默契哦。看来终极队不仅脑力要加强，连默契都要好好培养了。第三关终极密码战，以三战两胜的方式决定胜负，由主持人出题，密码数字范围零到一百，
两队必须轮流上台回答数字，喊中密码者该队该回合即为落败，将接受天蚕角的惩罚。好的，终极密码，看你是不是那么带衰呢？我们请简凯乐出题 ，Go。好的，今天的终极密码是。看不出来我写什么了吧？好，往前拿给人，往前拿给他们，你们在翻板让他们知道。几道题？一到一百。五九。五九。确定？你不会那么衰吧？不会第一个就中吧？你破百。对啊。你好敢。五九。一到五十九。过关。确定？三了，确定？三喝，一到三十二，过关。雨婷，雨婷，打野，十三，十三，你真的会想？确定？他刚刚喊多少？三二三二，他确定？确定。来，把头抬起来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把头抬起来啊！你看那个天蚕角。对。想脏话。二十一，确定？确定？要不要换？不换。确定不换？信心对啊。确定？你不怕你的包包头被打坏另外一边？真的不改吗？嗯。确定？来，我们来站近一点，这样我就不会痛。他很有信心哎。我给你一个。好。要不换？不换。不换。嗯。那你就输了。来，请上。十。十。你什么？一到一百，你喊十。好保守。十到一百。过关过关，十太保守了。闪念闪念。十。让大家看看你的智慧。四十。四十，四十，会哦。四十，四只石狮子。Pass。过关。四十到一百。五九。五九。好敢喊哦。五九。五八。男子团体 Gentlemen 在西门町举办签唱会，里面说的洪志和陈翔前程站台，两团惺惺相惜，要一起为华流努力，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合作。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啊，就是常常因为我们在宿舍练习完之后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打开电视都会去 follow 他们的作品啊，然后看他们的歌，就觉得他们的 MV 啊拍得很厉害，然后他们唱歌跳舞也非常厉害，然后在戏剧方面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团体，所以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像他们一样厉害，对，可以为这个路去发展华流的一起努力这样子。觉得他们发片满月，不止闯出好成绩，他们更承诺新专辑只要卖破10000张，就要送福利。爆料说你会光着身子走，有没有考虑成绩这么好，就会考虑上？这个可能因为我还小吧，可能哥哥应该是哥哥不行，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好，然后那个拉太多了，变瘦，所以变瘦了。等他练好之后就可以了。哥哥，稍微哥哥就好。
哥哥先代替太阳好了，先代替。希望到时候如果我们的专辑能够破一万张，或是破到一个一万张好了，那我们马上请经纪人能不能帮我们发行这个，就是比较对，但全国写真太夸张了，就是比较性感的写真，yes. 对对对对。五九，五八，五八五八 ，pass， 过关，四十到五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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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是你吧？对，来抬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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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进来一点，这样子。五十是不是？对，五十。哥哥给你点建议。换。四十到五十九吗？那四十一。四十一。四十一是不是？四十一是不是？四十一。四十一到五十八，雨婷会不会又飙高？四十九，四十九对，49，嗯，49，怕死，差点讲什么？49到58。五十六，真的吗？哎，我中了，很衰，真的很衰，不可能那么衰，是吗？恭喜你，pass， 49到56，四九到五六，四九到五六，五三，确定？等一下。剩多少？49到56。五四。你喜欢什么？我说五四。确定吗？你确定？五四。你确定？嗯。五四。过一下。不是这个数字很不吉利吗？我。来啊！看着眼睛。不要。五四啊。是，啊，49到54，打你，啊，49到54，只剩五个了，五个中一个，49到54，五个算蛮多的哦。咦？谁踩到你的脚？咦？五一对半吗？好大的，确定这样只有一个选择？确定。五一，确定。一，确定。好糟哦 ！Oh my， 太高。Pass， 我们就没关过关。好 ，Pass。可是你被打到了，是吗？被打到吗？去啊，碰到而已。宇宙奇，不是我死他是五一到五四，剩五二跟五三，选一个五二五三的几率。就他应该出五二，所以我猜五二。你猜五二对？下一个是吴亦菲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会出奇数。嗯，好 ，OK。五二，五二，确定。确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出奇数？
只差就是两个人，你只能差再选一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那你现在选五二，对，不是你打就是他打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他说他觉得我会出五三，确定？来下来。台大生吧，不然他怎么考上的？哪里的分？他就蒙蒙蒙就蒙上啦。好惨，太厉害了，难怪我都考不上。什么？来哦。眨眼呢？控场，控场。我每天都要看他头发结束过于白，让这个人拿去。好的，请你们派出的是雨婷。我已经想好了，零到一百，七七，七七，嗯，不要看他那个脸，七七，对一下，我也打到边边，才第一个 ，pass， 七七到一百，七七到一百，艾丽儿，就是。你觉得我要改？九十。不用啦，不用了，不用改。Pass。九十到一百。啊！来得很快哈。来，你们这队。四十。来，露西亚。露西亚。九十。圣塔露西亚。九十到一百。九十到一百。有几个数字？九九。九九。九九。九九来一次。九九来一次。确定？对。确定？对。哥哥要不要给良心的建议？要吗？我劝你换。啊？嗯？那不对。打他啊！打他是吧？痛快的，痛快的耶！确定？九九。确定？确定。哥哥都不会骗人的。姐姐呢？姐姐，你被两个哥哥骗过？来，你被两个哥哥骗过？哥哥骗你什么事？来，没有，给他良心建议。九吗？确定？九九，确定？确定？恭喜你！点！点！就叫你换吧。99，公布总成绩，儿女队在三个关卡中取得两胜，成为今天火神队伍。而终极队因为默契不佳导致落败，即将接受百分百特调的武清补脑汁，好好的补脑一下啦！恭喜儿女队获胜。我们要进行惩罚是终极队，没错。在惩罚之前，我们来先做个宣传吧。来，终极队，好，来儿女队，对不起。好的，我们终极儿女呢现在正在热映中，就在 GTV 八大综合台，每周六日晚上八点，终极儿女那七点有重播，要记得看哦。那这其他几位同学进行喝，这个是史瑞克的汁，没钱。来，从艾丽儿开始。我可以帮他喝吗？为什么？他喝一口，我帮他喝啦。为什么这么好？他肯定要哭了，等一下哭了。为什么这么好？嗯，可以吗？好喝，好喝。啊？这我要喝。怎么可能还喝？嗯，你不要骗我们好不好？好喝吗？再喝一口，不行，可以，你不行，我再帮你。来喝喝。可是你这样子，我都不敢喝了。然后至少要喝到一半哦，来来来。好喝。好喝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小妮。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还是觉得有点痛。小妮。小妮呢？哇塞，他因为他后劲很呛。他后劲很呛，艾丽儿自己好像也蛮喜欢的，他没有想哭的意思，他在慢慢享受。哎，其他你有点想要带回家慢慢喝的。嗯嗯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等下不要跟我们讲，好臭啊！大家都喝完了。好的，再说一次，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？